Are you ready, kids? Aye, aye, Captain! I can't hear you! Aye, aye, Captain! Oh! 是谁住在深海里的大菠萝里？哈哈，这是很多小伙伴共同的童年回忆吧。没错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海绵宝宝的海底世界，让我们一起去找海绵宝宝玩吧。哦，看来他不在家，那我们先去玩下抓水母吧，这是海绵宝宝最爱玩的游戏了，顺便看看他的邻居章鱼哥。嗨，章鱼哥，有你的快递，你买的树敌到了。哦，看来章鱼哥还是那么不热情好客呀，那我们还是撤吧，去看看派大星在不在家。嘿，派大星，你在家吗？哇哦，你可真是惬意啊，还有电视看，我们去找海绵宝宝吧。原来他是去吹泡泡了。哦，我看到他了，海绵宝宝，我来了。首先我们需要跳到这个位置，然后等待海绵宝宝吹泡泡，然后立马跳进泡泡里。哦嚯，起飞，跳过这里就可以和小窝玩了。嗨，小窝，你好啊！哈哈哈，你可真粘人啊！好了，小窝，我该走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这里都是些比较简单的关卡，过去这里后，我们就能看到蟹老板了。蟹老板你好啊，我想要一份美味蟹堡。哦，不，我只是想带回家去吃。看来我们只好闯关成功后才能带蟹黄堡回家了。关卡看起来并不难，哎呦，还是得小心点过。后面的关卡都非常简单，大家只要稍加小心都可以顺利通过。这边过得有点惊险，不过还好还是过来了，走过这几张桌子就可以通关了。整个关卡难度很低，快来叫上你的蛋搭子来一起拍照打卡吧。最后让我们再欣赏一下这张地图。